谢基隆的女儿卢秀燕市长陪着我们谢国梁市长哦，谢谢大家。来到基隆庙口向摊贩民众打招呼，台中市长卢秀燕也是基隆女儿，特别回到基隆为市长谢国梁站台，呼吁选民站出来投票。苗仔通过考验，继续执政，我来给人的政治安定，教育发展哈，给人吵吵闹闹，政治无安定，会去影响到。苗仔国梁若袂当继续执政，啊，在这款情况下，咱给人爱补选，到时阁继续乱。玩完四年，家人就去了了哈，也因此我要拜托秀妍，要拜托咱所有家人的乡亲士大，明仔一定为着咱家人，为着国梁，明仔一定爱站出来投票，不同意罢免，维持基隆继续安定，好不好？好，家人安定，才有法度发展哈。这个台风灾害最严重的时刻。我们的妈妈市长秀燕姐，她二话不说，马上派出了我们台中的建设局以及台中的环保局专业的机械以及团队来帮我们基隆减低了我们很多的灾害跟立即的抢修，是不是可以再借大家双手，我们感谢一下我们台中市府团队对基隆在三重台上的帮助，谢谢。罢免投票前一天，台中市长卢秀燕来到基隆，两人先拥抱致意，用行动力挺谢国梁。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